现在这个龙海路入口到中央路这个隧道这啊，民警已经全拦住了，根本就不让靠近。几十米开外都不让靠近。现在肯定是，是吧？有啥事呗，对吧？大家心里知道，肯定是不想让大家看见的事情。祈祷吧，希望不要有太多的伤亡。